今日咧经过屯门嘅 V City， 见到有个九巴期间限定店啊，咁里面咧都好多嘢睇嘅，当然嘅唔执书，入去睇睇啦。呢個咧係錢鈔嚟嘅，咁啊188蚊，有兩隻色，一隻係電導金，一隻咧電導紅啊。我覺得電導紅特別啲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嗰啲 Q 版嘅巴士啦，我以前都買咗幾隻。仲有啲旅行版嘅大富翁，我都未玩过。呢啲细细架嘅巴士咧，都唔系太贵喎，109蚊。仲有好多款式俾你拣。这巴士真好，咦，电动巴士，都比亚迪的喎，几靓喎，竹园村。呢個華富村，呢個藍田啊，我比亞迪嘅，呢個咧屯門大興村嘅。268C。有大富翁，呢个钱鈔，好靓嘅钱鈔。钱鈔几得意，金色好靓，红色都唔错。